钟伟哲，你来找我是因为表姐的代志，对不？金大，啊，你也知呀？啊，自从我说起美国了，钟伟哲哥的茶不思饭不想，上可失信，下可失志。你唔知呀？你伫寒冰时阵过？子瑶，子瑶，没有你我怎么样？创啥？起笑？不信呢？无你代志点点啊？佩佩啊，你甲我讲最近迄四瑶伫美国情形好无？一定有跟伊联络着。嗯，有啊，表姐明仔载就要动手术了。明仔载？那要紧？你唔免伤过烦恼啦。表姐家己是医生，伊一定是评估过家己的状况，才决定要动手术的。而且庄医师在遐照顾伊，你唔免烦恼啦，哈。这就不是谁照顾伊的问题啊！恁大家拢讲，这手术是有风险的，我真正未放心。妹妹，我走一撮美国，我要放肆哦。妹妹，你甲我讲，放肆要带美国多钱病，我要来找。你要去美国找伊哦？哎呦，伟泽哥，你即马去嘛袂赴啊啦！啊，飞过美国十几点钟呢？你飞过手术嘛动煞啊！啊，除非讲哦，你有任意门啊，是拍开就到啊啦！啊，个人帮我备只单落等下我食。不管会赴还是袂赴，方世豪就算手术结束，我嘛是会当伫遐陪伊啊。反正我就是去遐见方世豪就对啊啦。钟伟泽。我看吼，你还是卖去较好啦。我真正无希望表姐动好手术了后，目睭一闭，眼看到的人是这个伤害伊、伤过这么亲的人。对了，多谢你的提醒哦。方思瑶即马上希望看到的，应该是小婷，不是我。歹势啦。我话有讲较重，我只是希望你莫伤过冲动。阿健啊，我该多谢你甲我当。我陪陪你先喏，你是希望迄录音笔会当保鲜哦？你用夹链来给装起来，别动啊。无啦，迄是表姐离开之前录一挂话要互小婷的啦。方思瑶要互小婷的。哪里我提来好？钟伟哲，你想要创啥？你想要把这录音笔提去单调，也是偷听、删掉，对吧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不可能这样戆，把录音笔交给你。多谢你，这吼我自己给小婷就好啊，免这样麻烦。你敢有需要这样紧张？我给你就抓好不好？我钟伟哲不是款小人。我一定会用这录音笔调小音。哎，坐着，听我，上听我。你无需要安尼哄我，我知影你即马坐这位置，你有足侪代志爱无闲的。所以这录音笔哦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调小的。就是讲，你相信我一个，你会死啊！相信你一届，你上好卖学袂来哦。我提醒你，你是足无简单，才甲表姐维持即马好朋友的关系，卖学爸母，互伊对你反感，知无？知。我先走。好。